欣盛今年市长奖的颁奖，学生会当指定市长来做着动作。109年度市长奖的受奖学生，希望会当来补习。市副教育局是顺应着心声，日前伫新年来补办着颁奖的喜上。看到我背后的背板，写109年度。这其实这个背板去年就做好了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实现这个。市长心里面想很久的梦，希望说能够跟最优秀的同学一起来合影。可是，一年后，同学有的上国一，有的上高一了。那也市长也希望，在三年后变成112学年度，能够跟各位一起照相。伊这张厝的市场奖的补习上，总共有409位学生来报名。市场嘛，一一来应着学生要求，摆出着各种的这个姿势，不论是单语搭，还是穿着棒球衫，还是格兰多一字嘛，是应有尽有。因讲学生的创意是无限，这张补习嘛出现了过去几个张厝无出现的画面。有学生准备了这个乒乓球拍，嘛有再来着这个布红啊。你想的教的，想的教的，拢有来出现。最后，各学生穿着市场做伙做着伏地挺身。一场400多人的翕相，落来市场是川平平。南天新闻综合报道。